阮杜兰这湖的讲是有历史的哈，啊，东海岸上老的啦，啊，但是吼，嘛算讲介破旧啦，啊，长年来啦，就是落雨啦，就是讲老雨啦。庙啊，吼，本身嘛介侪年啦，啊，因为有经过地动吼，啊，甲年久来吼，咱庙身本身吼，拢有必损，啊，搁咱的遐嘛有咧漏水吼，历任的楼主吼，就拢有咧甲咱伯啊请示讲，是毋是有要重建啊，是安怎？结果伯啊拢较认住啦，就讲啊，着咱地方吼无介有资源，所以直直延迟，延迟到今年拄啊伫八月十五，咱伯啊生日的时吼，咱再次甲肯定甲搬杯，怎啊讲啊？啊无，请示讲好，让咱今年来甲重新重建。啊，我感觉因传说吼，伊做的这个各方面吼非常的专业，啊嘛足敬业，我是感觉因这传说因这间公司吼是值得信赖的公司吼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招人家的诸位委员啦，吼，啊，楼主吼，去传说的工厂来参观吼，啊，经过应该说明了吼，所以我决定就甲伊买落安尼吼，对遮所有伫遮，阮伫遐住宿遮的工作人员吼，看因哩安置吼，私底下拢讲因哦，真正赞，唔捌看过讲有闹迄。迄庙吼，我咧无偌久，阿得水啊，都用较正好安尼吼，阿会使讲吼，足庄严的吼，功德圆满啦，吼，啊，大家都圆满吼。甲即摆来吼，咱的庙先啥物拢安做拢用好啊，咱即摆搁咧开始咧整理，嘛做感谢咱传说吼，咱大力的甲咱支持，甲咱安尼斗三工吼，现在斗有法度，甲咱这所在拢用好吼。啊，暂且吼，要感谢咱这边中间的计划当中，即诚心认输吼，即大家，大家甲阮支持，甲阮拥护，吼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